外一半来分组。金龙龟，另外一半是谁呢？哟，妈妈的生日。欧阳妮妮才被曝怀孕，随即与张书豪登记结婚。7月19号是我妈妈的生日。我选在妈妈生日这天，就是跟我的另外一半来登记金龙龟。另外一半是谁呢？哟，妈妈的生日。这样以后永远不会忘记。没错，就可以一起庆祝，就不用不开心。是的，大家需要减少压力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欧阳妮妮6月接受张书豪求婚，上周就被曝疑似先有后婚，张书豪也低调回应谢谢关心。昨随即公布登记影片，还在7月19复捐62岁生日这天登记，三喜临门。哇！95岁的大房永远不会忘记每一个人的生日红包。七弟，红包耶！我可以跟爷爷说三十号再给。爷爷，那你30号可以再给我一次吗？第一个，祝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好。62岁的生日是一个最特别的生日。妮妮和书豪选在这天去登记结婚。昨天从长沙转了8个小时回家的宝弟，今天下午转了2趟飞机飞了20个小时的娜娜，15岁就认识的同学们见证了彼此的青春，竟然我们已经认识了47年。生日最重要的是，全家人可以相聚在一起。新婚快乐！快点，你们两个一起过来跟我们一起切。好，一二三，桌子太大了。Happy birthday！ 生日快乐！这样吧，等一下哦。好，生日快乐，结婚快乐，真心的感谢和感恩。